裤不是外面的啊。你如果去看，你如果有机会，你去别的地方去看，他的每一次进去庙里面，旁边一定会有两个大匾，匾额上面的第一个字，进去门口旁边那里会有一个大匾，而那上面他一定要两块匾额上面的第一个字，一定是天主教，一定是天主教，可以去看一下。他那是港之路港也在阳春庙附近。第三组。4、5、6，好，来，这个想象有我，对不对？还想象有我，它里面呢有一个想象这个我，不是的，它不是手指哦，它是这样圆珠这样慢慢吸收下来，然后呢就这样子放在这个地洞里面。当北北东有发生地震，这边是北北东，对不对？北方发生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地震的那个频率呢，就会晃到我们中间这个碟子，就是这个碟子。然后呢，所以呢，这个东西平常放在哪里？关洞府住在啊，意思是我们常听到的是剧院住在过关洞面前耍大刀，意思是一样的。关门洞府不是卖弄，对，专业人士前面的卖弄自己的文学，叫关门洞府，或者叫做谚语叫做关洞面前耍大刀，就是那个古板，知道吗？好，相传呢，我们飞梁寺建筑第一个创造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古板。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当时。他女官追我们皇帝的女儿，皇帝那个时候呢就出了一个难题给我们女官，跟他说如果你可以从这个悬崖到这个悬崖然后从过去的话呢就让他去其他旅行，来听说什么叫悬崖，你记住这个路很高对不对，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悬崖，那从这个悬崖你还要这边玩的，当时我们女官是不解释的飞梁寺建筑，这个厉害在哪边？你细看哦，它下面没有任何的支柱，没有，是没有任何支柱。它厉害在哪边？我们一般的小宿舍两边一起建，然后有支柱建起来，才起一部分，对不对？你记得哦，它从这悬崖就是没有办法，它就会有悬崖，对不对？它不建。Thank you.
现。很多人没有拍到啊。真的吗？那我再帮你拍一张。分没有嘛，对不对？接下来飞去你会看到，原则上都是台湾没有的动物。好，那这是分十大小模型，来告诉我，这一幅图里面，这一幅图里面出现什么动物？哎，轮到。一只手往上面举，没问题。一二三，耶！